先喝吗？哎，可以，谢谢。掌握一個喺而家比較低潮嘅情況下，我哋仍然有嘢要講出嚟。咁原本今日係最近三百婦女節嘅一個星期日啦，亦都係以往一直會有遊行啊，同個社會講一啲 message 嘅日子，所以我今日都出嚟。本身係有咩 message 帶出嚟？我今日就拎住個牌，就兩邊都寫咗字嘅。前邊就寫住父權之網，你我都有份織成。咁尤其我哋近排新聞都有報啦，有個即係殺害前妻咁樣嘅一個好暴力、好悲慘嘅一件事。咁我想帶出嘅 message 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基於性別嘅暴力。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份去造成、去默許嘅。只要我哋如果有任何可能一啲厭女嘅睇法啊咁樣，即使我哋自己未必做到咁暴力，但係當我哋譬如去 slut shame 一個人，或者我哋覺得呢個世界嘅女人有好壞之分，然後我哋用呢啲道德規範去懲罰嗰啲我哋覺得壞嘅女人嘅時候，就係助長緊呢啲暴力。咁既然咁接近今日三百，即係咁接近今日三月五號發生呢件事，我就希望就住呢樣嘢可以帶出啲嘅 message 咁樣。然後個牌後面就係、是一首我喜歡嘅詩，係北島寫嘅《宣告》。咁我寫低咗嗰幾句就係、是：我只能選擇天空，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得刽子手的高大，阻擋自由的風。係就係、是、咁。咁頭先係一嚟到就俾警察截查點樣我喺度行緊咁樣啫。佢就截住我，然後就搜身啦。叫咗我行埋牆咁樣，係咯。咁就佢搜咗個牌出嚟，然後都你哋都應該見到擾攘咗好一段時間，又唔講俾我聽發生咩事。咁就最後俾翻啲嘢我，不斷喺度問我嚟呢度做乜啊咁樣。即係你本身冇舉牌嘅，我冇舉牌，我身袋住，係啦。咁揾到個牌之後，有冇話即係有啲咩警告或者係有啲咩勸喻咁樣咧？冇嘅，係咁問我，我喺度做乜？個牌咩意思？咁個牌意思就寫咗喺個牌度啦，係啦。你對於今日嘅三會進行嘅有份啦，先有今日嘅即係俾嚴厲嘅警告，話任何嘅事情就係。對於取消遊行的看法，我覺得一方面是可惜的，即既然申請了他又批了不返的通知書，跟住又因為某些原因、某些壓力而取消了，這一方面是可惜。另一方面就是這個是我們每個香港人都要學識面對 的情況，就是會越來越難在一個公共的場域那裡出到聲有行動，那我們按自己願意做的承受到的東西出來這樣。至於心理關口就不是很懂得說，來到之後我都是衡量一下
呢度嘅氣氛係點樣，先至決定到 要做或者唔做啲乜。但係我都咩，我咩都未做，佢已經手握神啦。咁你今日仲有冇參加其他即係婦女節嘅活動？我有打算係除咗呢一度有一個原先會有一個示威遊行之外，亦都會有一個由香港嘅移民家務工搞嘅一個action 咁樣，咁我陣間都可能會過去去表示我嘅支持咁樣。頭先截查完之後，警員有冇同你講過啲乜嘢？即係行過嚟先。我諗一諗先。冇喎，係咁喺度問我喺呢度做咩？點解要過嚟？拎住個牌做咩？帶住條絲帶係貨啲乜咁樣？係咯。咁當然啦，喺街上俾警員截查，我需要做嘅嘢就係攞身份證出嚟俾佢睇啦。如果佢有呢個要求，咁呢個要求以外嘅嘢，咁我都唔需要去遷就佢嘅。咁佢問我嘅問題，我覺得需要答嘅就答，唔需要答嘅就冇答咁樣。本身係咪遊行嘅想法，又或者係咪呢啲性別倡議工作嘅一份子？可以咁講。請問點樣稱呼你？你叫我做 YY。你本身係做即係gender equality 本身嘅嘢。冇特別話喺一個團體或者組織嗰度去做嘅，但係對呢啲議題感到關注同埋興趣，同埋覺得同我有關。呢個關注幾耐？我諗都好多年咯，由我會留意個社會發生嘅嘢以嚟。你今年幾多歲？我今年25歲。主要都係即係gender 嗰方面比較關注。都係 join 呢類型嘅遊行，定係其餘即可能意外都會咁樣嘅。我關心嘅議題我都會嘅，咁亦都唔止性別嘅議題。學生，我唔係。你做緊？我而家唔使講。本身條紫色絲帶係乜嘢意思 ？message 呢條紫色絲帶其實係舊年嘅。One Billion Rising 的行動，即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再說移民家務工搞的那個行動那裡他們派的。那 One Billion Rising 的意思就是它是取自聯合國的一個數據，就是世界上的至少有三分一的女性一生人起碼會遭遇一次基於性別的暴力這樣。那70億人一半大概30多億嘅三分一就係one billion 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行動。咁呢個係對佢哋嘅支持啦，同埋我話我覺得知識好靚咯，係咁樣。想問一下，即係戴口罩嘅原因係有冇話擔心金融變化嗰個問題？我知道有人有呢個擔心，我自己冇，我就係覺得本身要求戴口罩的法令都已經過了時了，咁既然佢鬆了，咁我亦都冇必要繼續戴。你今天出嚟其實係咪同即係之前本來今天那個遊行好難話有冇關嘅，即係如果佢搞得成的話，我可能會 join 嗰個遊行嘅 march。佢搞不成，或者佢從來都冇申請過呢個遊行嘅話，都唔影響我出唔出嚟，即係有嘢要覺得值得同個社會講，咁就用我做到嘅方法去講咁樣。咁係咯，同埋今日都係臨近三八婦女節，亦都係揀呢個日子都係合理嘅咁樣。係。咁多嘅親人會唔會有自己多一啲心理壓力點都有啲嘅，但係佢哋又未係話點樣做啲咩，除咗好大排圍住我之外，話呢個決定係平衡利弊，我都唔知邊個平衡咗邊一個嘅利弊。咁 anyway， 咁知道係會有
點樣講咧？知道警方會有戒備啦，好似今日咁樣啦。唔知道會有幾重戒備，亦都佢有 hint 過，佢會用公安條例去執法。咁我估即係非法集結啦。咁咪一支公咯。即本身可能都會有啲志同道合嘅人士都會一齊 join。冇咁樣 plan 嘅，但係咁呢個議題當然係掂到曬所有人嘅議題啦。我亦都認識有其他關注呢啲嘢嘅人啦。咁如果今日喺呢度遇到佢哋，咁咪遇到咯；遇唔到咪遇唔到咯。冇咩特別 plan ahead。